可以可以啊，都可以，就跟你一样啊，你摇多少？很小啊。对啊，他要叫你要登记你的身份证号码，那不然以后叫到房子刷卡，刷号码就是你的身份证号码。反正，灯加肉。我说没有不吃蒜头。啊？好啊，你去做啊，你去做。不然你坐这边，你坐右边这边，婷婷旁边。吓到了，是不是这张证件？可以啊。空运的哦，空运的。哎，对对，没有空运的，没有人动过的哦。空运什么意思？隔音不是要这样。空就是它没有冷冻过的，哦，一般我买它会冷冻再退。那不冷冻早就坏掉了。没有，它这个没冷冻，它比较贵呀，啊。听得懂？知道。白骨胶浆嘞，是不是？嗯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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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母亲节有几位母亲啊？两位。哎，金伯莹也是吧？赶快去跟妈妈照一张，快庆祝母亲节！赶快去去去！来来，母亲节快乐！母亲节快乐！来来，过去跟母亲快乐，跟妈妈母亲节快乐，姐姐过去。都完了。